有当每一个人拢有接近，但是会当认同，会当认同，会当拢接近。那么咱前辈咱会认同，一定要有包容，包容很重要。不管你是在家庭，还是日常你到场，哦，你社会啊，都咱拢爱互相当包容哦。那么夫妻爱容易干脆些，因为人讲夫妻是伦理不公理的。那要讲理，大家拢是因为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。哦，那以前我们少年的时阵，真正看袂使做家庭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就会有吵架的一天。但是现在互相容忍，以好的来讲，哦，那讲以长补短，哦，啊，互相的体谅。那么对囡仔来讲，一天就是一培养，关于为囡仔，伊就是不谈太多清楚。哦，亲像咱。有一个讲师，有生两个后生，啊，一个爱读书，一个做爱读书，哦，那第二个要读联通科技，联通科技大学，哦，啊，就是去做啊联通博士团，啊，无啊，伊就我讲，啊，啊，再一个读交大，一个要读联通，伊讲无好多，吼，你读书还有前途的，伊真正有够爱读书，啊，大汉的真正有够无读书，吼，那么各位姐姐。而且也是讲一半是天赋，伊有读册的天赋，那么一半是靠培养，哦，培训因的啊，甲学校哦，那些培养，这是最重要。那么如果咱对父母一半友好，一半爱陪伴，你养我长大，我要陪伴你到老，真的是这样。哦，你像我爸，哎，妈妈讲做无闲的，啊，我爸来买物件，但是哦，天有时间，若无啥物时间，伊就讲。啊，你等下到厝里，拢无法当坐十分钟以上哦。各位姐姐，老囝一礼拜拢无敲电话，也是无传一个赖，互我讲讲吼，有恁做残忍的，一礼拜拢无传一个赖，也是伊着敲一条电话问妈妈看好做。这个就是对父母已经了这种体贴，啊，那么后者对爸妈，即阵年纪妈妈八十几岁啊吼，有会讲。啊，你等下做准备登记啊？等下家己存到几多钱嘞？妈妈，都不会用的，我明天你备等，我会帮你找。所以这个就是老人家的需求，哦，老人家的需求。那么，一家，我归还的家庭自身是不是有讲，嘛不是想得有，主要是想夫妻夫妻妻子之间的相处之道之外。上界重要就是爱对咱自身的修养做起。